大会最终裁定取消这回合赛事，以前三轮成绩计算。中华队总共三银三铜，表现超乎预期，却也留下遗憾。那就是侯宇桑迪四轮手感火烫，从出发前落后龙头美国 Mario Galdiano 四杆，追到仅一杆之差，最终却因于取消该轮成绩，失去争夺金牌的机会。第一次在说暂停的时候，其实心里在呐喊说拜托可以打，因为其实知道自己是很有机会的，停在那里，但是又不能打，然后心里就一直很纠结这样子。然后后来到第二次停赛，其实真的，其实知道没有机会再打下去了，那其实觉得。就是真的是抱着遗憾，但是又想到，就是如果前几天再打好一点，可能就不会有现在这种状况，对啊。有人遗憾，却也有人得利。因为杆数排名相同者得进行延长赛的规则，同样因予取消。陈轩和侯宇桑并列女子个人银牌，于俊安、刘永华也并列男子个人铜牌。一开始知道要 playoff 的时候，其实蛮紧张的，因为他。各方面都比我还要出色一点点，就是分出高下这样，有点复杂这样，对不对？又不想要我赢，然后又想要进步这样。台湾健儿个人好表现带动下，于俊安、刘永华和赖嘉怡的男子团体收下铜牌，而侯宇桑、陈轩和陈志敏的女团更夺得银牌，总计三银三铜，充实中华队奖牌数。未来体育新闻采访报道。